等下，他要在里面等你，怎么？你突然，你可以从隔墙给，你压他，要隔墙给这样好。用脸探草丛还要不要搞？很危险。我感觉李青要二级抓你，你不要往下靠，你被他盯到要死。哎，我可以来中了，他这样压的话。他会删吗？然后他一个兵就删了，我看我能不能顶到就跟上，顶不到就别跟了。来来看看，啊，够了，给点压力，牛逼！没事，你推，怕什么？完全没必要怕。跟二逼似的。他盖我放中路一个眼，然后他把那个针也放了。他中路没闪没 T 了，两个都没了。看看，哎，这有个李青，忍着，他们两个都没闪呢，怎么说？拉扯一下，太坏了，把我第一时间血被打残了，哎，我要打了。你回，我弟打龙，那个虫给他。妈的，又来了，是狗吧？看一下，还有大呢，李青在他后面，不好打，太脆了，我的装备。看一下下路，这玩下路区，可能会偶遇盲僧啊，这波3v3。这也蹲吧，冰女要过来了，李青在这边应该。冰女过来就马杀你，冰女。看一下。你刚才那种要 Q 的，越牛 Q 的。
啊，对。李青是真的嚣张，我说的。能推荐吗？我进来野区，我想进来野区防的红。你要你被打，我被打就打不了。哎，好像有机会。没事。哎，为什么还是我扛？闹麻了，这给你。这种就没必要来了，因为他们中路已经死了，你就可以一直带。我该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他们中路没死，你就得来，只能就可以带下给他们压力了。别靠吧，要不你直接来吧，你直接来吧，你直接来。兵力没大没意义呢。这种就没必要了，就直接走。别踢吗？这么暴力，也可以，直接踢也可以。你应该踢先锋，踢先锋会好。他没那个，那我要开车。老司机来了，不过他这个撞的话，你有那个虫的话，他那个会爆那个虫的。好像自己撞他不会爆这个小虫，得坐上去撞才会爆这个小虫。走吧！我操，下了双射手，好猛！还要退，有点危险。妈的，这么暴力吗？咱就说，好像有点暴力啊，队友。这 B 提莫有屌用啊，B 提莫。我看他带的不灭有这招人，纯懒子，还不玩死头人。青龙刀还好吧，感觉青龙刀不厉害，一般吧。人马出青龙刀还可以。转下吧，直接转下，我发你链接。谁说的？老子今天登上去了没有？是个毛全英雄。没有权益。你现在我发你链接，你去看看。